跌倒是住院病人以及老年人经常发生的意外事件，轻微的可能会造成擦伤、淤青，严重的甚至会导致骨折，还有危及生命安全。因此，今天的健康 1.0 就要透过医院的护理人员，带观众朋友一起来认识住院期间的防跌重要知识。大家好，我是更新医院安康院区八 H 病房护理长纪文珍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预防跌倒的重要性。大家常见的跌倒之后会产生的一些合并症，包含了常见的有骨折、关节脱位、韧带损伤，严重者可能会有中风跟死亡的情形。以上都是常见的一个合并症，而跌倒事件位居医院病人安全通报项目的第一位。所以呢，当病人从入院开始，护理人员就会进行跌倒倾向的一个评估，分数为高分者会给予预防跌倒相关的一个护理指导。那在护理指导的内容呢，分为了几个大项。那尤其是内科病人合并症更多，所以呢，用药的部分呢就更多了。那项目当中呢，包含了多重用药，多重用药里面包含了降血压药、利尿剂、缓泻药、安眠药等药物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不可以独自下床上厕所或活动，避免头晕造成了一个跌倒。二，病室环境的维护，为预防病人自行下床，需将双侧床栏拉起，若要使用单侧床栏的时候，陪伴者务必一定要睡在另外一旁没有拉起的床栏那一侧，避免病人独自下床造成跌倒。下床活动时需有人在旁陪伴及扶持，先活动双脚后再改变姿势。那下床后要先双脚踩地板，确认不会头晕再进行活动，并且要穿着宽松的衣服及直滑的鞋子，避免滑倒。若您有需要任何协助而没有家属在旁边时，请立即以红灯通知护理人员。再来呢，就是环境周遭呢会有陪客椅、床上桌、活动点滴架等用物，需要靠在床边维持走道的宽敞，并保持地板干燥。那在使用轮椅的时候呢，应该要先确认刹车已锁紧，那脚踏板已经竖起，身体坐下及固定好后，再将脚踏板放下，双脚踩在脚踏板上面。下坡的时候呢，轮椅应反向前进，避免病人前倾。那再来就是睡前饮水，睡前减少饮水量，并排空膀胱。尿壶跟便盆我们都会放在病人伸手可及处。陪病者呢要离开的一些注意事项，包含了离开病人前应主动告知护理人员后再离开，协助病人沐浴的时候务必要将所有的用物备齐，不可让病人独处在厕所里面。陪病者换班的时候需要交接注意事项。那再来呢，因为还有儿童的部分嘛，亲子同床时也需要单侧床，使用单侧床栏时应请陪伴者睡于未拉起的床栏侧，也不要让孩童站于点滴架上，推动的时候容易因为重心不稳而造成滑倒，也不要让孩童在走廊上或病房内追逐嬉戏，以避免危险的发生。那我们在防跌的路上维持前进，为安全安心的就医环境一起努力。